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大连的演员毛豆。各位应该能看出来，我是个喜欢健身的阳光运动型男生。我现在买衣服都不太好买了，以前我还能挑一挑款式，我现在只能挑颜色了。我妈妈给我买衣服连颜色都不挑，前两天给我买了件睡衣啊，粉色的，纯粉色，一点杂色都没有。各位，我280斤，我这个身材穿一套粉色的睡衣，站在10米之外，你就觉得路边是不是有头猪啊？有头猪啊！啊，莲花，站起来了，就那个衣服还是两排扣的。这个特别有画面感。但是各位不要看我现在这个身材哈，其实我是个退伍军人，真的。各位能猜出来我在部队的时候具体是干什么的吗？炊事班。谢谢。这就是刻板印象，你看见胖子当过兵，你说的是炊事员。确实是。其实我在部队刚给我分到炊事班的时候，我也不太好意思跟家里讲。其实我当时毕竟是新兵嘛，技能不熟练，我在家这时候切菜的时候特别容易切到手。我第一次休假回家的时候，我五个手指头上绑着全是双个铁，我妈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我妈说：“部队是不是送你去弹古筝了？”这个古筝这真是太好了。你是文艺兵啊。后来我就总结了，就别人问我当兵的问题的时候，我只要回答一半啊，或者是说被动回答，就会避免很多尴尬。别人问我你当过兵啊，我说当过。别人说你还是海军，你还去护过航，我说对啊，去过。别人就会觉得你特别厉害，好像深不可测。我要是跟他讲我在那个威吉斯福惊涛骇浪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，我在那卤大肠。感觉这也就是个乘风破浪的厨子。真的，我当了8年兵，我是第3年的时候跟着舰去亚丁湾护航的。一开始我妈还很反对，我妈说护什么航啊，又脏又累，跑这么老远还危险，去那干什么？我说妈，我们护航是有补助的，而且多光荣啊。我妈说不是钱的事儿，咱家就你一个孩子，你出点事怎么办？我说妈，我们护航去一次能给个14-15万吧。啊。真他妈地上。那你注意安全、啊、就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希望我安全。我妈其实也觉得护航这个事儿是很光荣的事儿，还跟我家里人讲。但是别人都还行，我姥姥啊有点耳背。她听完我妈讲完立即给我打电话说，小猫啊，哎，我听你妈说你要去索马里干厨子了。说去一次能挣好5-60万。我说老啊，我是当兵的，我是海军的，我又不是海盗。万皮子，我是。而且我家里人也好像也不太知道现在海盗是什么样，因为临走之前我妈还给我发微信，她说看那个电视里海盗特别危险，穷凶极恶，养那个大章鱼这么大个能把船都拽水里。我说妈，那是加勒比海盗吧，我们不是一个系统的。而且我们护航去一次时间很长，去一次能去200多天，我妈也很想我。但是我妈表达想我的方式啊太现代了，她发短视频，就是一片画海，上面有一行闪着光的大字儿：“儿子离开我的第174天。”话从中间还贴了一张我的照片，底下好多评论的呀，基本上都是蜡烛双手合十。我二大爷还转发到朋友圈艾特我妈，这怎么吃席怎么没叫我呢？炊事班也这么危险啊？
我妈还回复他说，我儿不是炊事班，我儿是谈孤症的文艺病啊。谢谢大家，我叫毛豆。太厉害了。厉害。你的新人太厉害了。这回是去年比的。太棒了。这也太猛了。太逗了。来，大家都镇定一下情绪，镇定一下情绪。你看，我娜姐都乐哭了。对，我都乐哭了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我。哎，这太厉害了。毛豆啊，正式介绍一下，是我们效果训练营今年的新人，厉害厉害厉害。你讲脱口秀讲多久啊？啊，一年几个月吧，一年零几个月吧。对啊。是厉害哈，厉害，天才。那个就是说厨子的时候吧，然后他突然间反了一下，对，我就崩溃了，猜不着结果是吧？我发现大连人自带的那种幽默语感，那简直天下无敌挡，太搞笑了你。谢谢。迅姐也是这么多组以来笑的最大的一组。对，他在索马里卤大肠那个画面，我觉得。是真的吗？索马里卤大肠？是，对啊，是真的。镇住大肠活着很好的，不对。那在索马里卤大肠是个很轻松的工作吗？不是，索马里那地方我们基本上常年30-40度，我们炊事班没有空调，基本上50多度里面。50多度吗？就是你在部队的时候就老逗大家笑吗？对，聊天都聊干了。那时候因为护航一整没有信号，手机也没信号，有时候电视也没信号，就聊天。哎，那你其实就是文艺兵啊。炊事班文艺兵两门棒。哎，有很多很辛苦的部分哈，不容易，感谢你。那我们考验我们天花板的时候到了。恭喜毛豆获得四等，成功晋级，升上天花板。原来我们这里这个位置这么难得吗？我的天哪，他太厉害了！我觉得他就是喜剧特种兵，他就是一个太牛了。无论从他的人生经历，然后他的段子，他的表现以及他的态度，我太喜欢他了。我觉得好丰满的一个人呀、啊，比较激动，因为一上台就很紧张，然后能得到很多反馈也是很幸运的。这一轮我觉得已经满足我这个来这个比赛的所有的要求和想法了。对。